今天请各位歌手分享的一个话题呢，是在演出当中遇到一些什么糗事。爱看热闹的观众最开心听这一段。伴奏没了，第一针，哦，嗓子就粘住了，我跑到钢琴上面，然后很尴尬的自己。我吃过蚊子。我帮你唱，啪一大鹅飞嘴里，稍微好一点啊，跟杂技差不多。我们女生夏天的时候需要。可以说吗？你都说了，不是分享音乐吗？这是一个夜间节目啊。双声夹击最终场，铁肺女嘉勇敢逆战。我的最大的挑战自己，是我敢再一次的站在这个舞台上面，然后唱歌给我的偶像听。知道你想有灵魂歌者自信闯关，早来并不一定就机会很大。晚来也许也并不一定没机会。战火熊燃，谁能旗开得胜？星期六晚10:05，经典我们的歌手。